小英所爱吗？那时候也可以双标吗？国家可以这样治理吗？还管中闵呢、欸？拜托，教育界是百人树百年树人呐、啊嗯，你不能因为政治的利益坏了这个教育的标准、啊。没错，你这是害了台湾一辈子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你要保护林志坚，然后硬要这样来凹，要教育部拿出双标啊，这像话吗？凭什么是他了？我根本不认识哎、欸，你一个人被人家指定两个地方嘛。就是新竹的人才会知道、嗯、爱徒心切，是你林志坚后毕业你就抄人家的文字嘛，向上的雄心壮志嘛，台湾的选举文化造成的，不止这两个大学是完全的嘛。